这个还有辣椒，这个老板叫辣椒。这个老板叫辣椒。这种羊的。过来拉的，过来哈。几元倒了嘛就行。好了，好了，哇！这个大鸭子没办法，这个太不舒服。老鸭子都舒服，老鸭子没得吃草子了。老弟，休克。因为现在都是刷工工资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就属于这个嘛，白天属于进了房嘛，都是我名字。但是我们是外地的。嗯，我也是。你外地还是有房子？他这个家庭，他这个房子，他这个房子。好，我们台前你们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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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这个是谁的一个孩子？我们家楼上一个的。你本来也带过来了一起玩是吧？他那个他爸爸妈妈今天上班，哦，把他送来我们家。哦。这好玩嘛，三个娃娃，这个也是嘛，他也玩得开心，嗯。至少有200斤这个。